第25届台北电影奖最佳剧情长片得奖的是哈永嘉。谢谢台北电影奖，谢谢台北电影的评审。我昨天在公司的时候，拿了我跟杰瑶的那个7年前拍的《小网站长大的》最佳影片的台北电影节，一直在擦拭着他，擦着他说想说今天应该可以再衔接过来。哇，我真的终于拿到了。哇，昨天我擦了一个小时。谢谢谢谢，谢谢台北电影节给我跟杰瑶还有我们整个团队很大的鼓励。7年前他给我们只要我长大拿了百万首奖跟最佳影片还有最佳导演，然后也奠定了我们开始在这一路来一直的努力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吴宗宪。我是乃哥，我是徐乃麟。我是台湾熊秀，我是陈美宏。我是蔡康永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 S。我们是号角响起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亚伦。祝福三立新闻网10周年生日快乐！李家阿伯祝福三立新闻网10周年生日快乐！祝三立新闻网10周年生日快乐！恭喜三立新闻网10周年十全十美，生日快乐！在这边要祝三立新闻网10周年生日快乐！祝福三立新闻网10周年生日快乐！祝福三立新闻网10岁生日快乐！祝三立新闻网10周年生日快乐！祝福三立新闻网10周岁生日快乐！祝福每一个人都能言善道！祝三立新闻网10周年 ，Happy Birthday！ Happy Birthday to you！ Happy Birthday to you！ 祝你生日快乐！祝三立新闻网10周年了，哇，好快哦！生日快乐！锁定我们娱乐新闻 APP， 更多的献歌就在这里。